美女，谁呀？问你个事。问什么事？我是过来找亲戚的，想问一下那个康郎君在哪里。康郎找亲戚呀？是啊。哦，康郎跟前面那路口直走，要等。直走右转。美女啊。哎。你包包里面有没有钱呢？没有。哎，怎么你出门怎么不带钱呢？不用钱。哎呦，我看你那个身材还可以，要不然，恒哥赏个舞去，赏个舞啊，开始。喂，这里离您家还远不远？前面300米。前面300米就是您家，您家有没有人？没有。家里人都出去干嘛了？上班。一般什么时候回来？下午才回来啊。嗯。家里面有没有钱啊？有。多不多？50000现金。还有没有那些更值钱的？没有。算了，50000就50000。这段时间出来找也没有找到一个水姨，今天刚好在家没人，身体又好。那你带我去你家，上车上车，去你家领那个钱出来啊。好，我们去就搞投资啊。坐稳啊，扶着扶着扶着肩膀啊，到时候有缘分啊，你就说我是您表哥啊。表哥。嗯，表哥。嗯，来，表哥。花钱。美女，就是咱这个家了是吧？是。大车大车，现在给你加点料去。家里又没人的。没有。哎呀，嗯，做个亲亲一手啊。哎呀，算了，先把那个钱搞到手先，本身是贵男路。把你那50000块钱拿出来给我，帮你搞投资啊。投资。投资。你这个8月15看不出。哎呀，多我也搞了50000，我是不是得换台那个4个轮呢？以后就不用风吹日晒，到时候逮人的时候又不会那么容易被人家发现。好了没有？桃子。哎呦，这就是50000多的。50000多。哎呦，50000多。哎呀，怎么还有一个玉佩吗？哎呀，哎呦，哎呀，这先跳个舞给我欣赏欣赏。您结婚没有？没。还没结婚呢。哎呀，哎呦，你家有没有空调啊？我好热啊。有空调啊？那不行，坏了。有风扇吗？没有。没有风扇都没有。哎呀，进去吧，热点就热一点啊。哎呦，怎么村头有个人的人影啊？你自己在那里跳舞，我先走了。晚上有人问你是表哥哪个而已。表哥来过，那个人好像不会来了。表哥来过。华姐，哎呦，什么问题呀、啊？这个傻妹妹又在骗我。表哥来过。你这个死丫头！干活不干呢、痛！叫你去头痛，田里摘点玉米，你倒好在这里跳啊！干嘛姐？痛死了！干嘛姐？你在干嘛？我没干嘛。那你在这里跳什么跳？什么表哥来过？表哥什么时候来？我怎么又在家了？我不是去摘玉米了吗？对呀、啊，我就不明白了。哎，表哥来过，怎么回事啊？头痛！你这个傻傻乎乎的，一天天的，真的是。什么都不干，那、拿个盆就叫你摘玉米喽，拿回来洗包好了，我下包回来吃一个都没有，你在干嘛呢？一天天的，哎，真的干嘛？真的服了你这个，哎，怎么回事？头那么痛？哎
哎呦，莫名其妙。我记得有个人问我路。好啊，那个柜子怎么打开了？里面那袋，我那个装钱的那个袋子钱都不见了。我没拿你的哦。你拿去哪里了？老实说。我没拿。等一下，你让我想想，头痛。哦，我刚刚摘玉米的路上有个人问路，问路就问路。有，我想拿什么喷了我？喷了你啊？要不然我怎么莫名其妙到家来了？你是不是把我的拿钱拿去鬼混找个借口？不是的，真的有一个穿白衬衫的。哎呦，我们村口那里不是路口那里不是有监控吗？对，去找村长查一下监控。我跟你说，如果发现你骗我，你就死定了。道歉。报警啊！啊，真的没有。谁是你说这是假？先去底下监控看一下先。真的是。那是赢的。那是赢的。